春季赛我们曾经战胜过 RNG， 但是他们在2018年取得了三个冠军，所以我觉得击败他们是证明自己实力最好的机会。这次来到北京，就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实力。在线上靠实力打败对手是成为顶尖上单的必经之路，我希望我们都能拿出各自最擅长的英雄，在赛场上一决高下。狮子在捕猎的时候会找到最合适的出手时机，然后一击毙命，只要我们能想办法占得先机，就有赢的可能。拥有主场优势的我们很欣赏挑战者的勇气，如今的 RNG 今非昔比，我们不会给对手留下任何反扑的机会。我相信今年是属于 RNG 的一年，欲戴皇冠必承其重。夏季赛的征程已经开始，我们会认真面对每一场比赛，不负众望。